Hello，台湾的朋友晚安。嘿嘿，我太太买给我吃，哎，便当，火鸡，炸鸡、火鸡肉便当，他鸡什么是他鸡？特技，他哦，然后这个是鸡排，炸鸡排对吗？对，炸鸡，这个是小狗狗，这个是红豆饼，红豆。珍珠红豆饼。我们这今晚就吃这些，跟一个混文蛋，旦，诶，嘿嘿，比较小哦，够吃吗？好像不够够呀，啊，够因吗？为混蛋很多很啊。多啊，好了，祝你们平安喜乐，你们晚餐吃什么？哈哈。